本赛事由棒球殿堂画面来源。棒球殿堂很高兴为您带来这场由球评曹志扬先生还有我陈杰胜一起为您进行的现场直播。双方状况都调整得不错，相信今天都能有一个好的表现。投了，相信这个选手了吧？投手准备投球 ，Go！ 出手点好像有点跑掉了呢。目前一坏球，投手准备投球，这球没有诱骗到打者。现在打者选球选得不错，两坏球了，第三球投这球不出棒也是好球。今天投手表现得不错呢，没办法，一好两坏，投手准备这球打得很扎实，很漂亮的手背。嚯、哦，这个手套有装 GPS 哦。投手准备投球，中右外野方向，但是这时候出现了中右外野方向的落地安打，这击球点掌握得非常好，赞哦。第一球投出了，这是一个坏球，出手点好像有点跑掉了呢。目前一坏球，投手要这球不出棒也是好球。今天投手表现得不错呢，别坏哦。一好一坏，第三球投出，打者的选球很仔细，又控制好投手的节奏、啊。一好两坏，投手准备投球，击出了发ball。两好两坏，一垒上的跑者走了 ，out out。守备的表现不错，投手准备投球，打者的选球很仔细。现在打者选球选得不错。目前一坏球，投手要投出第二球，这时候出现了中右外野方向的落地安打。这个球落点不错，形成一支巧妙的安打。投手准备投球，哇，这个球稍微偏离了好球带，出手点好像有点跑。目前一坏球，投手要投这球不出棒也是好球，投了很好的一个球啊。一好一坏，投手准备投这球打到了外野，哇，这个球虽然是往后退，但事实上对球的判断很正确哦。这个球处理得很流畅，我、哦、这个球比今天要输呀。第一球投出了，这球不出棒也是好球。今天投手表现得不错呢，没坏哦。Why nothing？ 投手要投出棒。现在打者选球选得不错，一好一坏，投手投球只是一个坏球，要控制好投球的节奏。一好两坏，投手准备投球爆。两好两坏，投手准备投球。这个球落在了左外野手面前，形成安打，打出了个界内的安打，无人出局。目前一垒上有跑垒员，打者即将上场打击。紧接着来到打击区的是超级喜欢郭彦文。One nothing， 投手投球，出手点好像有点跑掉了呢。这个时候换投是个正确的选择。投手教练上来了，我恐怕是被我刀去完了。先往一垒这边牵制。一好一坏，投手准只是一个好球。今天投手表现得不错呢，没坏哦。牵制一垒，两好一坏，投手准备投球。打球的判断非常的棒，赞啊！第一球投出，这球不出棒也是好球，控球非常完美，好球。牵制一垒 ，one nothing， 投手爆。要控制好投球的节奏。一好一坏，投手准打者的选球很仔细，出手点好像有点跑掉了呢。一好两坏，投手打者的选球很仔细，出手点好像有点跑掉了呢。投到了一好三坏，这球打到了中外野方向，安打出现了，击出了相当困难的球，非常好的打击表现。第一球投出，这是一个好球，投了很好的一个球啊。一个好球没有坏球 ，Go！ 现在打者的选球选得不错，哇，回打枪前至二垒，一好一坏，第三球，哇，这个球稍微偏离了好球带，要控制好投球的节奏。一好两坏，投手准爆。两好两坏，投手准备投球，打 out！ 这个球处理得很流畅，哦，这个球比今天要碎了。投手投球了，只是一个好球，控球非常完美，好球。一好球没有坏球，打者的选球很仔细。现在打者的选球选得不错。一好一坏，投手准这个球不出棒也是好球，控球非常完美，好球。两好一坏，投手准备投球，手背接住了，哦，现在没坏呢。没有人出局，打者即将上场打击。投手准备投球，打到了左侧的界外区。一个好球没有坏球，投手要，哇，这个球稍微偏离了好球带，出手点好像有点跑。一好一坏，投手投球了，球一直飞一直飞。这时候出现了中右外野方向的落地安打，这个球落点不错，形成一支巧妙的安打，无人出局，二垒有人，打者即将上场打击。接下来打击要轮到的是强打少年廖建富。目前一坏球，投手准备投，稍微离开了好球带了。两坏球了，第三球 go， 出手点好像有点跑掉了呢。哇，连续三颗坏球，投手打到了左侧的界外区，回身牵制二垒的跑者，投到了一好三坏，投手准备投球，手背接住了，嚯、哦，是不是要加水鬼呢？投手投球了 go， 稍微离开了好球带了。哇，回马枪牵制二垒。目前一坏球，投手要哇，这球投得相当精准。今天投手表现得不错呢，没坏哦。一好一坏，投手准备投球，出局。这手背很帮忙啊。两出局，二垒有人，打者正准备走进打击区。紧接着来到打击区的是超级喜欢郭彦文。目前一坏球，投手投球了。这个球落在了左外野手面前，形成安打。
挥棒的 timing 相当的理想啊，最近这位选手打击实在是没败啊。投手投球了，这球球不出棒也是好球，投了很好的一颗球啊。One nothing， 投手投球了，哇，这个球稍微偏离了好球带，出手点好像有点跑掉了呢。一好一坏，投手投球了 ，strike， 投了很好的一颗球啊。两好一坏，投手准备投球，三振三振。One out， 一出局，打者进入打击区，紧接着站上打击区，轮到的是风炮陈金峰。安打出现了，击出了珍贵的安打。One out， 已出局。目前一垒上有跑垒员，打者正准备走进打击区，接下来打击前往一垒区边前置。投手准备投球，哇，这个球稍微偏离了好球带，要控制好投球的节奏。目前一坏球，投手稍微离开了好球带，前置一垒。两坏球了，顶着三个好球。今天投手表现得不错呢，没败哦。一好两坏，哇，这球投得相当精准，控球非常完美，好球。两好两坏，投手投球了。这时候出现了中右外野方向的落地安打，果然不会让球迷失望啊，是个非常好的选手啊。这个时候换头是个正确的选择。投手教练上来了，我恐怕是被我刀气完了。第一球投出，这球不出棒也是好球，投了很好的一个球啊。回身前是二垒的跑者。一个好球没有坏球，投手准备投球，投手来处理，一垒啊，在这时候打出了双杀打啊，买一送一啊，双杀。无人出局，打者正准备走进打击区，紧接着打击要轮到的是林立，这是一个坏球，稍微离开了好球带的。目前一坏球，投手要投这球，没有诱骗到打者。现在打者选球选得不错，两坏球了，投手准备这球打到了外野 ，out 哦，看他接得很轻松啊，投手投球了，这是一个好球，今天投手表现得不错呢，没败哦。One nothing， 投手准备投球，打 out 哦，修料加死鬼呢。投手准备投球 ，Go！ 要控制好投球的节奏。目前一坏球，投手要投，这球打到了外野，出局。守备的表现不错，这局没有攻下任何的分数，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无人出局，打者即将上场打击，现在准备上来打击的是林志平。第一球投出了，哇，这个球稍微偏离了好球带。要控制好投球的节奏。目前一坏球，投手投出挥棒入空 ，Strike！ 哎呀，怎么可以错过这个好球呢？一好一坏，投手准备投球，投手来处理。一人啊 ，out 啦！一人出局，打者进入打击区，紧接着来到打击区的是超级喜欢郭彦文。这球在中外野手面前落地，形成安打，击出了珍贵的安打。第一球投出，哇，这个球稍微偏离了好球带，要控制好投球的节奏。目前一坏球，投手三垒方向的滚地，三垒手接触。一垒传啊 ，out 啦！啊，可惜了啦，再快点的话就 safe。突破，现在两人出局了，跑者来到了三垒，打者正准备走进打击区。现在站上打击区的是大师兄林志胜。一好球没有坏球，投手这是一个坏球，出手点好像有点跑掉了呢。一好一坏，投手准备投这球，没有诱骗到打者，出手点好像有点跑掉了呢。一好两坏，投手准备这球不出棒也是好球，投了很好的一颗球啊，往三垒这边来牵制。两好两坏，投手准备投球，三垒手直接接到啊 ，out 啦！这球处理得很快啊，没有人出局，打者正准备走进打击区。第一球投出了，安打出现了，这个选手绝对不会错过这种球，厉害呢！这个时候换头是个正确的选择，有着150公里的速球，相当不好对付的投手，先往一垒这边牵制，牵制一垒。投手投球了，这是一个坏球，要控制好投球的节奏。先往一垒这边牵制，目前一坏球，投手准备投球，这球投得相当精准，投了很好的一颗球啊。一好一坏，投手准备投球，哇，这球投得相当精准，控球非常完美，好球。两好一坏，投手准备投球，这个球中外手没有接到，形成了一支安打。哦，公掉嘞！哦，最近这个选手打击的能力没败呢。投手准备投球，哇，这个球被整颗咬中，这是一支三分打点的全垒打。啊，太厉害了！这个全垒打完全转换了整个球队的气氛啊。现在场上准备投球的是林成化，现在就是换头的好时机哦。第一球投出了 ，out！ 守备的表现不错，投手准备投球。哇，这个球稍微偏离了好球带。现在打者选球选得不错。目前一坏球，投手准备投球。二垒手要来处理这个球。这个选手基本功不错呢。
投手准备投球。Strike， 投了很好的一个球啊。One nothing， 投手准备投球。这是一个坏球。现在打者选球选的不错。一好一坏，投手准备投球。这是一个坏球。要控制好投球的节奏。一好两坏，投手投球了。这个球中外手没有接到，形成了一支安打。挥棒的 timing 相当的理想啊！最近这位选手打击实在是厉害。第一球投出了，哇，这球投的相当精准，控球非常完美，好球。一个好球没有坏球，投手要投出第二球。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守备。Oh, nice play。投手准备投球，很漂亮的守备，这个球很难接啊，但是最后落进他的手套啊。第一球投出，这是一个坏球，出手点好像有点跑掉了呢。目前一坏球，投手要投出 strike， 控球非常完美，好球。一好一坏，投手投球了 ，ball， 稍微离开了好球带。一好两坏，投手准备投手这边的滚地球，游击手接到，游击手接的美败哦。两出局，打者即将上场打击，紧接着站上打击区，轮到的是风炮陈金峰。目前一坏球，投手准备追棒打得很远，有外手没有放弃，一路的追，这个球接到了，这手被你帮忙。哇，今天比赛输了，接下来。